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对讲喽！来，打开来看看，这次要对的是什么嘞？哦，这次要对的是大乐透，级别是111000100，开奖日期111年11月11号的大乐透，哇，双十一买的呢，一共买了一注、两注、三注，买了三注，花了新台币150元，希望可以中大奖。好，马上开始来对讲吧。好，来看一下大乐透的级别日期都正确。哇，你看双十一买的，哇，真的超多亿的。级别这里就111000100，就四个亿了。开奖日期111年11月11号啊，哇，超多亿的。哎，开的号码有没有十一啊？没有。OK， 直接来对奖。第一张第一注第一号码14，没有。第二号码23，也没有。第三号码28，还是没有。第四号码30，又没有。第五号码32，没有。第六号码40，哇，一个号码也没有，大乌龟一只。没关系，后面还有两注。来对第二注，第一号码10，哦呦呦呦呦，开始了，耶耶耶，来10。第二号码17，哇，有19没17。第三号码18，也就跳过19，哎，1718没有19啊，算了。第四号码41，没有，18也没有，41也没有。然后嘞，第五个号码47。也没有。第六码49还是没有。哎，4749就人家出48，就是这个时候有时候就会这样子差一个号码。好，也是乌龟一张。接下来最后一张最后一注了，这个就看他了啦，是乌龟还是公鱼就看他了。第三注第一个码01，没有。第二个码13，还是没有。第三码20，哦，20有了，这里有20，这里不错。第四码12，还有机会，没有。第五个码43没有。第六码46又没有，乌龟了。哇，做公益的，没错，双十一买的彩券做公益了，乌龟翘了啦。所以嘞，这次嘞，一共买了三注大乐透，花了新台币150元，通通做公益啦，所以就是做了150块的公益咯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咯，拜拜。